抢先带你来关心新闻焦点。今天是五一劳动节，公益团体号召万元上街，诉求反剥削、要保障。路透社日前关于川菜通话的报道引发争议，外交部表示路透社已经道歉。世界球后戴资颖在脸书撰文坦言，国家队太大件的球衣让他比赛时不开心。对于鸿海准备前往美国投资，台积电是否跟进？经济部长李世光今天做出回应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。